我背你。啊，我背你过去吧。啊，我背你。起来了，哪里有个诊所？现在过那个横道线对面那里有个红的，红小诊所。我郁闷的很，赶快再开个地方坐下，好吧？或者在这里坐下。嗯。哎，行。那你说对面有个诊所？嗯。哦，那个啊，对，过去还是歇会儿。我歇会儿，我在那里歇会儿。我过去等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过去。哎，哎，哎。演技不错。对对对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年轻人用他的衣服啊，刚刚拿着衣服叠了个枕头，放在了大爷的头下。兄啊，很在意自己的造型。你后边可以不方便吧？没事，你叫医生过来吧。没事，不远了。没事，不远了。嗯。行啊。行啊。嗯。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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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长得这么好啊，你对他吃什么呀？那个就很近的。想我这医药费不够，想可能还要向朋友借钱了。不管是碰不碰瓷，我都会去扶的。